各位乘客请注意，我是一架飞机师。一班飞机航班是飞去沙巴，阿比大家都知道沙巴好多客家人啦，所以入乡随俗，我今天要用客家话来老大家沟通，讲下我的飞机底部一只设备含有咩规矩嘅。那请跟大家都要看到，忽然间从飞机大底部后杀出一只企在人面前，系条亮火啦。我条嘅航班除开飞机票平之外咧，我条嘅空姐也是好熟下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看下佢做啲乜，系讲严看佢来讲咧，实本系也持家啦。那讲明我条系一架飞机来嘅，所以系一天后飞嘅，相信大家都一天知道啦。有啲人坐飞机嘅时候咧，可能要胃口症，尤其是喺起飞嘅时候啦，也要佢用一只红色嘅带来头见嘢条嘅人。阿勇就唔要看到飞机从后外出嘅地面咧，离开越来越高，阿勇就唔做狂啦。那记得咱嘅头见眼嘅时候，千祈唔好连一屁股窿咧也砸见啦，因为阿勇以后呼吸唔到诶，最好将人面前嗰只靓妹一样，夹起屁股窿系在外出咧。冇渣到嘅，喺个唔起来讲嘅，呼吸唔到，阿勇就太镬啦。嗱，过后喺个二初初，黑确定冇硬狂过后咧，你可以将一红色嘅胎咧拆下来嘅。我哋夜班航班，除开喺全程唔可以吸谷，唔可以抽烟之外咧。我哋嘅航班也唔变态架吹，我哋嘅飞机床底部讲烂话嘅，喺个我哋听到有人架吹，佢嘅座位上讲烂话来讲咧，我嘅座位凳够，最后跌出一只 plastic 带嘅口罩啦。嗰条我哋嘅工作人员咧，又夹埋一只口罩啊，拉偏一条，揸件嘢嘅再角嘅。阿勇以前唱讲烂话嘅时候咧，一件烂话最后切接沙起一只 plastic 袋底部，阿勇咧就唔要隔绝到其他嘅乘客坐飞机依开嘅闪钱啦。还有啊，我哋嘅飞机舱底部嘅冷气系出名冷嘅，所以喺讲羽毛带到直接冷衫来讲咧，千祈唔好狂，因为而佢啦，我哋有桥我哋后边就黄色嘅直接便宜。首先咧，你可以夹啊只脚从条立起嘢身体啦，因为只脚啊系集在嘢嘅一只座位底下，所以系有啲臭啦。喺个你觉得好臭来讲，你可以拉出去吓，啊用干起来就个战车啦。喺个你仲系高于，喺你觉得冷来讲咧，你可以用嘢两只干来吹吓，因为人体吹出来一气啊，其实系比较 warm 咩？嗱，你吹开过后咧，所以你又觉得吓个 warm， 吓个温暖啦。另外喺个热菜牙度嘅飞机舱底部，看到靓仔行起靓妹来讲，特别要唔好意思去楼梯打伞来讲咧，冇问题嘅。我都已经要 provide 一只 whistle 哨子里边嘅条吹 BB 啦，嗱，而可以吹 BB， 还可以吹 velvet 来表达也心中嘅一团火嘅。从而向我代表我嘅航空公司多谢大家选择我哋嘅航班啦，为咗搭车大家嘅支持咧，我哋嘅空姐后来一团好 standard 嘅舞蹈来呈现俾大家看咧，一二三来。那喺讲而觉得坐飞机喺后日嘅事情来讲咧，你可以拣一个坐位前面一只公仔树啊，即系卡顿树咧，来看下底部一只北斗嘅卡顿系唔错呀。好啦，再次多谢大家选择我哋嘅航空公司，我哋嘅航空公司，今日什么人都可以飞。